要为他们给大家分享这一款轻便又实用的多功能儿童主席袋。包身整体采用加厚尼龙的材质，就防滑奶的特点，平时背起来呢也非常方便。我们再来看它的侧面是有拉鼓设计，使得版型立体。系列我们还有配送一个笔袋，采用挂钩连接可拆卸。顶部配有两个手提，连接处采用车缝线加固，增加承重力。优质拉链，顺滑一拉。侧面肩带采用加宽设计，长短可调，挂钩连接可拆卸。拆卸下来后，向下要挂到背面，可双背。下面展示它的几种背法，可以让手提，穿过来手腕，配上长肩带，单肩斜挎背。包包最实用的地方还在于它的大容量，一起看一下。